正言上人在志工早会呼吁平安的人要援助受苦难的人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。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六所幼儿园在早会后看到印尼发生灾难，虔诚为灾民祈祷。人死掉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震来，印尼发生地震。刚才有做什么？唱祈祷，祝福他们印尼。你希望他们怎样呢？平平安安。一念善心，启动善行。孩子带着自己的奶瓶铺满，把平时存下的零钱捐给印尼国际赈灾。你们拿着什么？刚才那个奶瓶。啊，奶瓶，奶瓶里面有什么？钱。哦，这些钱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地震了吗？只是以前的时候有小小个地震，可是不是给我们整个倒塌。祝福他们平平安安，让他们的世界更美好。大家发挥爱心，也呼吁全球慈济人善念共振。带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